对，就是你可以从鸡排里面的哪一张能量啊，投硬币啊，活动的话，你可以从鸡排里面哪一张的基本能量会来贴到你的宝可梦身上。昨天呢，我一直弄我朋友拜托要我做的影片，弄到早上，然后直接熬夜，所以现在很困。那现在被粉色夏天，所以今天想要用夏天的蔬菜来做菜，小香，锅呀。我今天要做锅呀酱腐乳，是那个冲绳 Okinawa 県的名牌料理，还有大鸡块也要做，两个都是很配啤酒的。
放芝麻像那个 Okinawa 料理店可以吃到的，好香哦，好好吃哎！柴鱼片肉，这个是喜欢苦瓜的苦的人会很兴奋的苦瓜。啊，停不了呀！到嘞，到嘞。好吃哎。我们很爱去。我们家附近的冲绳料理店的Goya Champur的味道很像，好吃哎吗？第一次做吗？哦，苦瓜很苦哎。我刚刚因为很怕太苦，所以有用盐巴腌制，还有先用水煮。但这个苦的好吃哎。来给我。跟我平时做的做法有点不一样，今天我参考别人的做法。它很脆耶。あとなんかナツメグとか味の素とか。味はしっかりあるよ。现在日本5:30，外面是这么亮。
星期五，真的太累了，所以写。